反而老师在创作。新演员来说，我觉得是难得。这是你们起舞啊，第一镜，这个是其实是俩镜头，喝半瓶之后，把这个水递到左手，就往后一伸手，好，递过去，对，浩然举起来跟上。这个戏的时候，凯文导演很多他的速度在教我们该做什么。太快了，搂不住。因为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骑马，没有接触马了，然后我们必须骑的速度非常快。我记得我的手被缰绳给勒破了。我们和一匹马培养感情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而且像这种野马，确实是你一上它的马背，它就知道你是会骑的还是不会骑的，所以我就会带一些苹果去现场，因为我知道马喜欢吃苹果，然后我就为了增进感情，让它吃的贿赂一下。你马那么那啥呢？挑食。你马那么挑呢？看我这马啥都吃。吃？为什么不吃？说，为什么不吃？来来，你马不吃，我马吃。你马不吃，我马吃。你这马怎么可能不吃啊？真不吃，真不吃。这个也不吃。手张平不吃，他肯定不吃。哎，你今天怎么这样啊？怎么可能吃？算了，我们走吧。我们走。没事，你不吃，这儿有吃。哎。你晚上回去看，这就是把你卸的。来，给我们积极一点。这边。老师今天有什么感想吗？下辈投胎别当马。太累了。基本上轮车。来来来，看看。这。哇！这。谢谢，谢谢，谢谢。我这不有那个，你一定要教飞远要芦荟吗？我腿上抹。行。在。不能暴露谢顶的事实。我帽子已经准备好了，不会让他们拍到的。啊，是吗？给你系个生发头盔。生发头盔。他们植发不是说得是他们本身就是用了自己的头发往上植，那自己本来都没头发怎么往上植啊？拔了，你还行，你腿毛旺盛，我腿毛都没啥。你可以用胡子植，对，可以用胡子。那我只能，那我就这辈子都只能圆寸了。我让你品尝一下这个蒜。妈呀！就他们没吃过呀。对，我觉得合作的很愉快，而且无边旷野，烟尘大气，在陈飞宇的眼睛中流露出了生日的快乐。所以今天呢，有一块蛋糕是陈飞宇的心意。那陈飞宇也说一句，今天是我19岁生日，然后特别幸运能跟大家在这片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一起过这个生日，特别荣幸可以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团队，还有就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浩然。好，谢谢大家，一块儿唱一歌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在生活中他是家人，在工作中其实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一位导演，眼神里的疑惑再激烈也是非常好合作的一位导演吧。少年表演他说不要老成，其实一开始会有一些心理压力，但是第一次跟导演合作，我真的体会到了说一个电影工作者对他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是多么的持之以恒，
是多么的敬业，多么的精益求精，是对演员来说是多么好的一次锻炼。节奏上可以再提，对，你就直接往这儿看了啊。装傻充愣，他会有点这种色彩，会不会烟尘迷你的眼睛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亲身经历的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才8岁，我妈妈带着我跟我哥哥真的就去了2008年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当时虽然没有什么概念，就是对于咱们国家有什么重大事件，可能就是奥运会，我当时就想很简单。但是我刚进鸟巢的时候，我就看，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那真的是我这辈子没有同时在一个场地里面见过这么多人。然后火炬点燃的时候，确实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壮观。就这个奥运火焰是很神圣的，我觉得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我们自己的首都，在我们自己这片土地上点燃这一束火焰，是真的是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